5月10日，谢娜在自己微博上传照片称：“醒醒妈妈，谢谢你送我手绘的祝福卡片和礼物，也谢谢你给我分享很多带宝宝好的经验。”嘻嘻，我继续努力，并艾特了章子怡。照片中是章子怡的手写卡片，上面写道：“亲爱的娜娜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你成为妈妈的第一个生日。”从二人世界到四口之家，未来可期，愿永远幸福。语言简单质朴，却饱含情意，祝福满满，溢于言表。网友纷纷表示，娜姐要照顾好自己和宝宝们，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。章子怡女神也好善良，好温暖，愿友谊天长地久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